的铜像的揭幕，特别感谢应当学长，也感谢各位北大的朋友哈，就是研究思墨研究看这个他们是第一批的这个习近漫记的读者，确实这个所以思墨呢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他的贡献他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就怎么评价可能都不为过，所以今天习近总书记好几次其实提到斯诺，现在那个我们上次见那个中国日报的，中国日报还成立了一个斯诺，做成的也不多，我爱我家呢确实是永远的经典，然后呢应当老师呢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把美国这样一种虽然是特别通俗但是呢不媚俗的反正这么一种大众的传播形式放到中国，把它真正的中国化本土化了，中国呢确实特别需要有这样的文化的文明的互学交流互鉴啊，现在北京大学也要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国籍，能够会让世界呢能够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革命，也让中国人能理解到底啊西方世界美国人怎么在想的。行吧，我说这些，因为开始来晚了。我的时候，一直是他陪同，全程陪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中国啊，英文最好的三个人，一个是姚伟，还有唐文生，还有你们都可能不见得知道了。当然，我父亲对这种说法是很不忿的，是吧？说怎么他会好，我比他好，等等。总之呢，我早就知道斯诺，我甚至见过他一下，但是当时我太小了。然后呢，就是我上北大，上北大我们。才发现斯诺的墓在这儿，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斯诺的葬在我们北大？但是我们当时听说，我说我的版本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斯诺在，就是说指定他葬在这儿的时候说过，我希望多听到，就是他死后多听到中国年轻人走过的脚步声。我每次都开玩笑经过那儿，有的时候是到那去背英语去了。就是谈恋爱去了，经过那儿我们都说跺跺脚让他听清楚点是吧，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最后斯诺在我的一生当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我这个王红会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北大的这个我们刚刚成立艺术团，我是那个话剧团的团长，我组织的，他也是我手下，不光他是我手下，那郝平也是我手下啊，我是他们头。我的直接领导就是刚刚去世的李克强总理，当时是我们文化部部长。总之呢，我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就考希望考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研究生，结果人家不让我考，我这个视力啊，当时有这么样的条文是不合格的，必须得裸眼视力在0.8什么的，所以我在中国想改行我改不了，幸亏斯诺基金会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我父亲当时呢被选为斯诺学者，当刚才大家看了82年的时候去的那这个啊，唐先生知道斯诺的夫人的什么，他们是搞戏剧的，所以我父亲作为学者去基本上人家就说这么一件事，说我们你儿子在中国改不了行，我们来给他提供这机会。什么机会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个钱字儿。咱们当时中国，我去的时候84年，我们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都是我们大学毕业46.5，第二年56，对，我们怎么可能支付得了那样的学费？斯诺基金会给我提供的，就算全奖学金，一个月700美金多点，不到800，我才有机会去。我后来才知道这钱从哪儿来，实际上就是斯诺自己个人留下的钱，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他留下的钱由刚才提到的 Grey Diamond 他们做的斯诺纪念基金会把他的钱存起来，然后每个月出来的利息非常少，支持斯诺留下的话，我不知道斯诺留下的还是能不能留下的，
就是说支援三个中国留学生，所以我前面有一个，我后面有一个，等我毕业了马上这个钱就要再支持一个。我是靠华斯诺先生的钱上完的研究生，或者说改成的行。我真的没有想到当时传说中的人物，大家刚才听到了啊，这是历史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最后我是花他的钱上完的研究生，改成的行，才有了我今天。包括刚才啊，咱们任老师提到的，就中国的情景喜剧啊等等这些事情，包括我的儿子今天也做导演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中间的这个传承是很神秘的，是很奇妙的。你真的想不到这个故事是最后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幸亏我小的时候呢，从小到大一直要上北大之前，我一直学雕塑的，所以我觉得利用我自己这个来做这样一个斯诺先生的铜像，这是我能做的最少的，但是是我的心意，不是蹭热点啊。但是听完刚才啊，这个孙先生提到这些个重要的啊历史意义和我能想到它的现实意义，甚至对于将来，对于我们下一辈年轻人，有可能能把斯诺啊，爱德加斯诺先生，不光是这个名字，也包括他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事业，能不能去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现在经常非常焦虑的，我今天发现在这儿，我是那个最老的吧，老说底下年轻人现在哎呀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知道。就是他改变挺大的，但是至少他的这个一部分在这个校园，而且呢，待会儿他想从我们学科来说呢，他对我学科非常重要。再一个呢，我想这也是应当原创的一个作品，是吧？这个我看我怎么看到他有一种中国血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这个传播作品，充满共同而且时代的一个。另一方面呢，从整个学科的发展来看呢，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其实有两个血脉啊，就是中西合璧。中就是咱们的北大新闻学院开创了新闻的专业教育，因为那时候没有专业教育，所以新闻研究会呢虽然是个研究会，但是他上课，这个会是派教育。1924年成立啊，明年100周年啊。北大新闻呢，1952年就是整个新闻建制，从老师到所有的都并入到北大。成了我们北大新闻的一个在1940年以后的一个起点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学科的一部分，所以我刚才说当时新闻学院他们都没当过记者，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拿着行过经理孤独的僧人，打着一张旧雨伞云游天下，肯定犯错。人说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肯定说的是那个什么孤独的僧人，肯定不对。所以其实啊，我觉得语言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国际友人研究会的高会长啊，给我们致辞啊。他们致辞啊，简单说几句。刚才孙华老师已经那个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这个国际友人研究会，83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斯诺有直接的关系，3S 研究会，这个3S 嘛就是斯诺、斯莫特兰和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后来91年的时候改名了，说是这个3S 这个范围太小，对，当时成立3S 研究会的时候，黄华是会长。当时他已经从那个人大副委员长这个位置上已经退下来了，后来91年的时候改成叫国际友人研究会，这个名字挺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活动局限性也挺大，主要就是和美国方面就是这个爱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要是和他们有个交流，每两年一次活动，两年以后他到北京来一次。
我们到那个美国再去一趟啊、我是2014年去过一趟，2018年去过一趟，因为四年一趟嘛，到那个去年吃点盒饭。这个金南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啊，就是咱们北大的校徽，但是鲁迅当年不是北大的，他是哪个学校的啊？北师大的啊。所以下面我们有请北师大的张老师。这么转过来丢咱们这啊，这长话流怎么转过来行，那但是不要瞎说，不是闺蜜啊，不是闺蜜，不是不太熟。啊，我一定得说，你学长，那是我学长。对，那个我觉得我说两点啊，这个我今天来，第一个是会陪朋友来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王辉我们那个是好朋友啊，然后我们还有两个大三的校友，这个在这里头今天再见。其实今年我们大三搞了一次四项，我毕业好多。都特棒啊，就各方面又会画画又会雕塑又会戏剧导演什么各个整演戏，除了心理学，对，他就跟我说除了心理学都能拿得起来，但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正是因为你学了心理学所以才都能拿得起来，所以这个心理学是基础，对吧？对，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啊，你看你看看好好的，待会把他也弄来啊，然后以后一定要说你是心理学系毕业的。我没否认过呀，但是你老不提这点，你一定要说。我走哪先说，我是对先说，你是79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缺乏文化自信不是，你要帮我们宣传，对，因为我现在是那个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长，然后就一定要帮咱们宣传心理学啊。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各个方面都在利用，你看你这个说起来，跟大众传播很关系。然后我们王亚平，那跟这个航天是吧？这都是我们心理学的。王亚平的导师，都是心理学的人哈。这个心理学一定要好好帮我们宣传。那个，而且我是觉得，真的能看到心理学的力量。对。就是因为你学了心理学，把所有都拿起来了。咱们就不提王登峰了。截掉，截掉。反正我特别高兴哈、啊，今天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因为斯诺他2018年就是因为在这个像的，不管是雕塑的过程当中，还是后来在翻铸铜的过程当中，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否则的话，我也没那么全能，什么还都不会，没。对了。谢谢啊，谢谢这个按照时间要求，我们还有6分钟，但是呢，我最后再请两位来讲一下，那么咱们就开始吃饭，吃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的聊啊，轻松的聊。您这是心理系毕业的，所以我看这第一次，我们一说斯诺都是跟毛主席是哥们儿，都肃然起敬。但您这个斯诺的眼睛里边顽皮、诙谐，好记者《丁丁历险记》才有这眼神。斯诺自己是带着当时很稀有的相机，来从摄影开始。对，毛泽东那张长征之后是斯诺的帽子。然后呢，那个作者是一个电影，把这些东西。他送我那本书就叫《埃德加·斯诺的中国》，那本书有1/3是照片，只有1/3是文字。传奇，但是他们给咱们留下的是这张，就是一张。我有什么？就大家赶快吃饭吧，是吧？早饭都没吃，我还是那句话啊，那个我感谢大家，而且在这儿能遇到大家。尤其听完你们说的这些，真是就是还不是说久别重逢的亲人，是从未谋面的亲人，而且都是近亲，真的跟我有斯诺这样共同的情怀和话题。我觉得我今天都学了很多，虽然我对斯诺的多数的事情我相对比较了解，就刚才提到像照片里边那些人学戏剧，我们在 MKC我可能是没在这真正上学的，那个墙上中间那个海伦斯诺那剧院门口挂大油画，刚才提到的这个 Grey Diamond， 我去了就先就住他们家里边，
那记得老头儿，我说我给您做顿饭，吃完好啊。哎呀，好，他就自己一人，特别惨。我说我给您做一顿饭，哎呀，好太好。我说你平时都吃什么呀？就是从那超市买 TV dinner， 就是冰箱里边拿出来往微波炉一热，勾起了很多回忆，这是真话。但是我其实就是捐赠北大这个塑像，也包括咱们今天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儿，我真正的希望是，就是说我们能用一种组织的形式，用一个学术的传承，能把这个东西继续下去，而不是仅仅是我个人或者我们家族的一种回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吃饭吧。不要饭票，不要饭票。我在北大，我四年我站着吃了三年。蹲着，我是蹲着，你是蹲着，我不行，我一蹲着就不想吃饭了，就想正相反。不是蹲着怎么省粮食？各求着蹲着省粮食。各求哈。就是对那个啊，咱们对啊，山西啊，那个陕北也这么说，都是陕北的。刚才我一听这陕北口音很亲切，就别啊。你肯定是看这不好吃，你这个好吃，你吃什么好的进去？我打算把它带走。他能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他不吃饭。真是，别上当，别吃他。没有没有，回基金会有个座谈会，然后你改吃饭我给你。好，谢谢一楠老师，新年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到时候再去您家吃饭去。哎，好好好，春节吧。你做的？现在我还做饭。我也就是那会儿。哎，叶大老师，来，咱俩吃点什么？哎哎哎。